一股辣气。안녕하세요我是金娜琳今天我们准备了新疆炒米粉特特来的我想起来了上次我挑战失败的回忆我非常想吃辣的所以我点了还有生鸡汤还有泡菜还有蒜开始吃吧哇真的看起来真的辣好辣这样真的好吃所以我准备了牛腩当时我们直接去饭店吃的时候太又热又辣当时是夏天现在可以享受就是当时不能享受的好吃我想去新疆但我觉得应该要喝到国外全世界人都喜欢的味道特别喜欢吃辣的人 你要吃蒜吗当然这么辣但是还想吃泡菜吗吃吧好这是好吃但是这个配合吗配合配合吗很配合我觉得还是蒜更配合人参鸡啊哇这个非常软糯糯是吧啊这么好吃骨头去哪了骨头都是碎的啊我让你给我一点我不是这么大的还能玩过来你知道配合但是新疆汤也不配合我的身边中国朋友们都喜欢新疆炒米粉没有不喜欢的了你看见了吗这个没有不喜欢的都喜欢对哇太辣了但是没有上次的辣上次你跌了特辣的这个呢一般特辣的是吧对吃酸辣粉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吃蒜太辣了你这么也不嚼嚼了已经这么辣的参鸡汤里面有米饭你不喜欢吗我个人非常喜欢参鸡汤里面的米饭的人是糯米很好吃喝汤哇太香了人参的味道太浓密吧人参很奇怪这个韩国在韩国的时候都喜欢夏天吃这个因为它是热的汤它是夏天吃臭不臭不白不夏天要吃三次可能吃完觉得很凉快哦非常热的甜容易累所以吃这个 energy 但是你一年四季吃这个你也是我们就在韩国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好了你要吃吗你吃吧让你了好谢谢看你吃我也要吃这么就是很多的粉丝朋友们说你吃的时候一直看我的手快我的哥哥来了开心吗开心你想念我的哥哥还是你需要我交朋友都需要我也非常开心你是我见过的妹妹哥哥里最亲近的一对都特别能吃我的身边朋友们中我们的之间的关系最好老热水蛋非常热甜但是阳光非常大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打开不了眼睛但是我这样的都年轻的时候都打配油你是好妹妹小的时候好妹妹现在呢可怕的妹妹她不听妈妈爸爸的话就听我的话这个我知道辣我先吃这个最辣的
뭐그때여기가타게없는방법없나네요吃的香的话就会这样我切口给你哦人参我拿空吃没有多少了对嗯，到底了。这么辣，我现在都没有辣的感觉了。啊，今天没有牛奶怎么办？我这里没有。啊，肉很多，你吃了很多肉吗？我吃了很多。我也吃了很多。是吗？那我们不用感觉不好意思吗？对。慢点吃너무매운데맛있어라一股辣气用勺子吃最好吃맛좀봐야겠어아코가뚫렸어오방님응오방님아스트레스풀려오빠때문에마동스트레스가다풀린다什么意思这么好吃的意思工作失败了，啊，但是好吃，非常好吃。还是大家今天来看爱兔的视频，拜拜。